感觉奇迹哥单机打多了有点不太会玩了，说实话，天天打单机，就只要一崩，他就不会玩了。队友碎了，他就跟他拔一下就赢了，啊，队友崩了，他也不知道打完了，就是死刷钱也不打架。还剩十秒。李逵这个队看马桶哥，马桶哥如果是把肥了，节奏好就能够赢。你像马桶哥崩了，基本上都没了。请夜眼方禁用英雄。套用之前室友说的话呀，请你们四个怎么打不过对面五个？挑选英雄，奇迹哥很惊讶。选择英雄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不过这次比赛确实好吧，还没看 EG 跟 VP 这两个队。对，一般小娜迦，我操，这个英雄要感觉要火起来了。请天辉，我有预感，好吧，这英雄要火起来了。一选莱恩。但是一般小娜迦是针对迷你斯基的 BP 吗？我没怎么看迷你斯基 KP 的小娜迦，还是谁的？我觉得 KP 以前在牛逼打的时候，小娜迦绝活。反正现在不是就老干爹打过一把吗 ？ME， 小哥你又开始了。小娜迦这英雄真得火，兄弟们，不火没道理。英雄很屌。还剩五秒。这个英雄也是好吧，只要队友能够拖得住，他就厉害。血妈强的一个 C， 他刷得快啊，这英雄刷得快，线上也厉害。比现在版本的 PA 水人这种英雄都要厉害，拍拍熊，请Miniski战队挑选英雄。点滚滚，一共是拿了滚滚加蓝。目前来说，滚滚这英雄的定位不太明确啊，二三四都是他擅长的位置，都可以打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反正迷你斯基在我印象当中也不厉害，好吧？陈拿了他，那他拿 PA 吗？陈家 PA 其实都是玩的，别人玩的不要了的。现在别人都不玩陈家 PA 了，秘密啊、李逵啊都不玩了。他们现在玩啥？玩哑巴盾。哑巴盾。陈家 PA， 别人都玩透了，好吧？就是玩透了，就是说城堡幽鬼，请 Miniski 战队。哎呦，萨满，东南亚特别喜欢萨满这个英雄，能打能推，玩蛇，关键是能玩蛇。东南亚喜欢玩蛇，像什么迷底斯基啊、Fnatic 都挺喜欢小 Y 这个英雄的。其实我也喜欢小 Y， 我觉得小 Y 挺厉害的。酱油里面我觉得两个厉害的酱油，好吧，小歪痛苦之源，我觉得这两个酱油厉害。请Miniski战队禁用英雄。目前看来的话是推进小歪加成，有一套推进组合，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。中单的 Park 被办了，这个 B 中单最喜欢打 Park 跟小小。那他打影魔吗？我好像不怎么打，还打过中单小骷髅。还剩五秒，宝哥，明天 VG 锤秘密，真的假的？就出来了吗 ？VG 锤秘密，说实话。中国队里面如果能把秘密锤了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只有老干爹和危机能把秘密锤了，他们是有机会把秘密给锤了的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因为他们个人能力强嘛，打得好的话有机会把秘密锤。请天辉方选择，是把秘密斯基大哥，我预测一下，感觉是幽鬼或者 PA 了，或者是 TB。幽鬼 PATB， 目前看来的话，幽鬼挺好用的。
中单他们影魔不知道玩不玩，三后卫他们需要个肉，曹曦还剩十秒，有屁股还剩五秒 KG 不是被秘密锤了吗，被锤了个还不灵，昨天没莽过，跟秘密莽没了。天辉方选择鹰，斯文已就位，斯文斯文打先知，斯文打先知还行，这个斯文是打一的吗，那应该是打一，感觉是打一好吧，他用来打先知嘛，因为其他的一号位都不好打先知呀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请 Minitsky 战队。幽鬼，梦来了幽鬼，对面脆皮多，好不好？萨满、陈、幽鬼一开大，全都要跑。曹曦，打幽鬼需要团队装。团队装，比如曹曦屁股、黑暗贤者。目前看来，就曹曦屁股、黑暗贤者是团队装。还剩十秒。东南亚我记得康博打得挺好的呀，就黑贤配斯文，什么黑贤配 SK 这种，他们打团队盘康博打得屌。 KP 打得比较多的谜团，KP 最近什么都玩好吧，啥都玩，请叶远方禁用鹰，灰烬之灵，火猫，先选火猫。一后母的中单没选，一后母可以选影魔啊！我记得露奶是玩影魔的呀，他绝活影魔。我影魔配幽鬼配先知，没人打架了，战斗力有点弱。感觉既然拿幽鬼，好吧，就拿那种前期干的。还剩五，别拿盒了。请 Minitsky 战队禁用英雄。KB 会不会？哦 ，NC 也被办了。NC 其实有点克幽鬼的。干架的毒龙，又能扛又能打，能带队推幽鬼打钱，出团队装对吧？跟着先知推。还剩十秒。毒龙应该是一红最好的选择了。还剩能打能扛，还能费死问，团队装拉满，先知幽鬼全球流体系，全球流体系以前配宙斯的，不过宙斯这个英雄好久没见上场了，这个英雄怎么了？请 Minitsky 战队，比赛路人都看不到了，出来的影魔王被办了，主宰晋升还是三号位死问，三号位死问。大哥剑圣，毒龙可以的呀，暗牧毒龙好吧，我觉得艾泽和毒龙，那还是推荐毒龙吧，暗牧这个阵容有点前期打架正面没人，还剩十秒，四兄弟一定要有个兄弟能顶上去的呀，我的都在跑，滚滚也是需要打切入的，啊，这个是五号位先知，先知保佑鬼。觉得毒龙古法，拍打火猫，讲过拍打火猫，但是他是中单先知，中单滚滚。先知保幽鬼，拍拍熊，先知保幽鬼，拍拍熊加浪烈，他们想的是谁来跟这个拍拍对线，谁都打不过，这样想。但是对面好吧，应该会让剑圣去避的，剑圣应该不会去打这个拍拍之路的。斯文打拍拍好像没那么难打，斯文没有那么怕，因为上把就是斯文打拍拍呀、啊，不他们是三打三，抓着拍拍锤的。他斯文加萨满打拍拍应该能有一战之力。中单滚滚的英雄选出来就是灵活多变，二三四都能打。还剩五秒，
阵容还行吧，就看线上打怎么样。以后我们线上肥了的话，优格无解肥就很好打，白白肥了也能带节奏，要肥了就好打。阵容有个蓝暗很关键，好吗？控制全在蓝暗的身上，可以制裁火猫。如果还得买主次数吧，就这种补给感觉不够啊。请做好开战准备。一组次数一个大样，一般是要买六个次数。他应该是觉得有限制宝，他就补刀就行了。那也不够呀，那还是会被人点的。毛。不敢，不敢，干嘛？不敢，不敢。哦，真抱歉让你失望了。毛主这个位置有点想不通啊。他难道是觉得对面会来探这个眼，吃这个树？哦，他是防这个防别人开雾吧？战斗开始。也有可能是啊。别人开雾直接就被他破了。然后防御塔有视野，是破雾野，破雾位，破雾位，专门破雾用的。打 TI 的时候，这种位置会比较有奇效。哎，这边抢符，征战后，哎，后面杀出来两兄弟，符都被对面抢了，抬塔有鞋。接着风暴都被吓出来了，我操，还得有多怕，我咋分路啊？剑圣被拉了，被陈拉了，他就是剑圣 B 那个的 B 拍拍，肯定 B 拍拍的，再拍刚正面，但是这样幽鬼也很开心好吧，陈家剑圣这个陈有点东西啊，招小树人对打，我招小树人一个一边一个，不过他没学神力恩泽，而且先知有肩甲球呀，这样的话那先知招数人就是一人一个呀，有点东西有点东西，应该点不过先知吧，成他妈一甲再减，先知也不怕，我给你耗耗完他就回家了，反补成功，哎，迷信跟着我，我操！小顺拉野双线操作，吸，将人也压了，爷也压了。不过这个城招这个树人堆着先知拍，我操！他这个树人有没有发现厉害一点？千雪，树人一千雪。哦，那猛好多啊！老树人，这树人叛变了，我操！叛变过去，血量翻倍，是变异树人呀！老树人呀！好肉啊！感觉陈可以打先知啊，那以后他妈的可以用陈来打先知呀，是吧？他招数招了一个，你看把先知打回家了，那还可以，先知回家没关系的，他飞出来，两只飞出来，对啊，他飞出来就飞出来呀，他本来就要回家的，两只可以带一个补给，
是先毁掉了个鞋子。树木之战士带鞋子不如带攻击之爪，说实话，攻击之爪加弓，然后在野外可以买香味。啊，你说的是先知吗？对啊，他帮幽鬼带了个鞋子呀，我觉得幽鬼让他带鞋子，没啥好带的呀，带攻击之爪呀。讲道理，一般前期都是带这种加攻或者说加属性的装备。对啊，要么系带，要么攻击之爪，我觉得好一点。鞋子没啥用，鞋子野外商店也能买。好，两个兵去打野。那下路应该是互肥了呀，是吧？幽鬼剑圣互肥，中路也是互肥，可以接受。上路的话，上路小优拍拍，前期对线互肥可以接受。喂，这个一千血数人是真的狠。大满上面是拉住了天命的狼，接了个锤，有点危险。我被死人被点了七成，八成，哎，口死了呀。九层差一把的，摇一下是不是他死了？差一下呀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，找了一个熊哥，连根拔起，我紧随其后。好，六肉先我喜欢这个感觉。剑圣风暴，我们会回来的。风暴 TP， 然后陈拉过来，拉他跟仙子一样的，好吧？这一套好像是有点脏啊。他帮陈带了一个鞋，把流浪给拉下来了。嗯，他走上去吗？哎，他把流浪拉出来了，他剑圣怎么办呀？对啊，他剑圣走上去吗？现在考虑在家里，对，他在等剑圣拉，他在等陈拉。陈是不是拉错了呀？这个也拉下来了。简直，哎呦，没飞起来。第一下就舒服了，他拉下来还吃了个人头。拉死问下来其实没啥用啊。干嘛呀？问下来干嘛的呢？吃福的，等于说。剑圣在泉水等了好久，好吗？等了十几秒呢。上塔正受到攻击。休想！史文也走上去了，我踢上去了。我个人感觉是拉错人了。然后史文就锤。哎，仙子也废了。拜拜。日狂风怒。风怒术。又和我的先祖。你为什么没听到我的警告？六分钟左右，幽鬼的经济还算健康。他这个相位鞋买不到，但是如果剑之帮他带的是攻击之爪，他现在身上就已经是相位鞋了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那个草鞋和锁子甲都是能在野外商店买的。来者不拒。狼已经踢不下提前蹲幽鬼了，再等剑圣放风暴吧。剑圣没有放风暴，中路滚滚是没有学假盾冲击两级的幸运一击，三秒的一个持续时间。想去下路看符，结果下路没了。上路这边萨满拉住了拍拍熊，先知飞过来，有框，拍，框，有框吗？没框出来，他想框。他可能是想打封路框，他觉得把他框住没用。哎，吃素呀！框住吃素就跑了。下路拉一个。哎，下路这边打了一套剑圣羊座，那剑圣挺肉的，这个有相位，还在追。对，这个奶棒很讨厌，对不起。中路这边两个酱油绕后了，但是他滚滚
900血不够。哎，杨柱，杨柱就没了。人马还有一家柴。这没什么意思。先拼将就上板吧。但是拼那个萨满，自己也是要死。是你阻止了我。天辉中塔正是。萨满拿了300块，还好歹是五号位。还行。我这个塔，哎呦，这个城的节奏还可以啊，皮尔杰。到处在搞事，好吧。还是拍拍剃刀中，啥都没干，去了。哎，八分钟的符，两控的双倍，但是自己被萨满拉住了。火毛也在赶，越级炸连，飞过来，两被粉丝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和我一起。这打塔好痛啊，下掉他妈的100多血啊，中路哎，沉默了，有鬼开大啊，这火毛好肥，电子飞过来的一下，哎，漂亮，电子收到了人头，标人头给幽鬼，幽鬼这种人头一定要，哎，一定要给幽鬼。既然我都热好身了，这波滚滚，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下塔英雄前期拿人头太爽了，夜眼中塔下路这个塔被破了吧？拜拜。来上路这边，杨柱的这边死问，没有拍拍，天之也是中路是被火帽给单杀了，正受到攻击。看一下十分钟的赏金符，这边拉人了一样，拉了一个火帽，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这边 Y 队提前想飞，来中路停止一个 T， 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哎，但石温过来一个锤，先知，先知又死了，我先知滚滚，滚滚有危险，来一个戳被无影拳躲了，不知道我们开打了，这就有点亏了，有点亏，三个萨满，10个中单。而且中路这个塔也没了，三辆投石车，好吧，你看这三辆投石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省油点东西吧。哎呦，加72点攻，这个城打得挺好的，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天辉中塔已被摧毁。他有自己的节奏，他好肥，他五号位，这打的单提了，钱很多，但是个大早了。我加到死亡一直的能量，杀了就四百二十七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先刺再 A 羊再 A 就电收尾，对不对？可以投呀，能量用来。夜眼上塔。哎，中路这边火猫三连滚。天辉建筑。滚滚不许假哎，单杀吗？是。单杀。他不许假动冲击，其实不好。他已经8级了，他还没有1级的假盾冲击，确实没必要，好吧？被动2级，我感觉他就加一秒呀，他每级只加一秒，他概率都是一样的，减速也是一样的。假盾冲击还能配合地雷滚滚用吧，峰哥？能、可以啊，他滚的时候可以那个假盾冲击的呀。啊、加点不对呀、啊。啊，这边招呼杀牛，这上门单吃，照着我，怎么拉着拉着怕了呀？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幽鬼这边是相位战鼓再出3师，幽鬼本来经济还挺好的，现在
先散失的幽鬼没有先分身的幽鬼厉害，不管是输出还是什么打钱输出。哎，这个小猫超远距离刺没刺到，很尴尬。哎，被捆了，这边滚滚养了一下火猫，被拉了。哎呀，木乃炸了呀！这样的话，我滚滚是真的炸了，这两波让火猫起飞了，这火猫满电锤了，滚滚经济也崩了。这边这个二塔很有可能也直接没了，好吧，两辆投石车，加九十，加一百一点攻，一百四，一百零一，真的好快，是要比高吧？天辉中塔，我感觉路来这个滚滚应该是玩的不多，好吧？对，有点问题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还有四大吗？下路这边。三个人出，幽鬼开大，沉默了，撞了开滚，拍拍熊在后面被切了，拍拍熊是他们最肥的点，直接被秒了，也不赚啊，怎么这个魂留在脸上好嘲讽，关了，要来了，这火猫，哎，被关了。关了这里。天辉下塔已被摧毁，军团正在扫描。加班，以后感觉是加班。是这次中国队比较吃力的一。天辉军团正在扫描。加班。夜眼信使已被击杀，还是红心好，红心从不加班。红心打决赛就被三比零。以后我们加班队啊，加。这边三人开雾，要抢符，十五分钟赏金符。对啊，昨天也是一通加班。看一下直接就被斩死了。发呆被杰森斩死了。这些都是财富的种子，还有天给我们投下。拍拍熊。啊。铠甲烂满活。我一个戳，但是被捆住了。单刀拍拍是什么鬼？拍出单刀不出跳刀，这是我的。这个移速流单刀，相位鞋垫511移速。感觉这把先知就是火猫的提款机啊！对啊，这边剑圣也是出了一把赛恩斯，裸了一把战鼓都没有，裸了一个赛恩斯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上塔已被摧毁。试问再出天堂，来克制拍拍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塔不是塔，塔掉太快了呀！十六分钟外塔全掉光吗？恢复神符。看是这个样子，拍拍是激光脚吗？他受不了呀！哎，火猫滚过来，捆住，被压了，捆不住，但他好肉，只有吼了一下，还有祭品，输出有点不够啊！哇，又飞过来了，哎，又是一个捆，这把没了，没了，还有家具，下一把。这他妈这一路没了呀！这样打，这把没了。夜眼下塔，这把没了，正受到攻击。没输出了，以后我们发现吧，滚滚废了，拍拍也废了。天辉上塔，如果没成型，这把滚滚问题挺大的，好吧？夜眼下塔，对，正受到攻击。这个点没发挥出作用。这是个毒龙，我觉得会好打一些。天辉上，这边的火猫都爆炸了。天辉上阴影。正受到攻击。是个毒龙的话，滚滚打三，毕竟还多。欺
分钟打出几次，加班加班。Miniski 战队获胜。决战到天亮。马中榜，这是最后一把。